府机关轮番到场稽查，也开了罚单，但业者似乎不放在眼里。TVBS 新闻记者马悠璇有报道。上网买东西在退货的时候要注意了，如果有民众网购商品因为不喜欢拿去退货，但却被业者通知产品的外盒有损伤，必须得要赔。